Hello， 大家好，我是传递幸福的 Rico 姐，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款2021年年尾推出的 Limited Edition Birkin 25 In and Out。当然，这一个 series 它是有 Birkin 跟 Kelly， 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绍 Birkin 25。首先呢，它的卖点在哪里？它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追的 Birkin 25的尺寸，可可爱爱的 Birkin。大家看到吗？它的尺寸非常可爱，非常的好用。而第二呢，它的颜色是现在大家都在抢的一个颜色，叫做饼干色 （biscuit color）。它非常的接近那个金刚色、金棕色，但是它却比较浅一点点，带着一种比较年轻的气息，所以大家 carry 得出来的时候也比较 casual， 对吧？第三呢，看到它前面的这些图案吗？这些都是人工彩绘的哟。现在给大家看看到底这个图案有什么东西。第一个呢是小马 Rodeo， 第二个呢后面是有一个爱马仕的 pouch， Amis 的 pouch， 然后前面有一个 lipstick，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 coin pouch。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包呢是很适合你用在daily use 的，就是可以放这一些东西，就是你每一天需要用到的东西可以拿进拿出，这样子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以适合 daily use 的包包。现在给大家近距离 review 一下这个包。当然它的皮革就只有 Swift Leather， 因为只有 Swift Leather 才能够把这个饼干色弄得完美完美的饼干色，然后也比较适合给 artist 彩绘上这些图案。如果你们有喜欢我今天的 review 的话，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 channel。 如果你们的反应是热烈的，我肯定下一集就会给大家做一个 Kelly in and out， 给大家看一看 Kelly in and out 还是 Birkin in and out 是你比较喜欢的款式，记得留言给我咯，拜拜。